是不想下班没有齁、哦、好来看一下我可不可以速刷一下，我大概知道怎么刷了，认真的话应该是可以挺速的。你故意偷吃会，你故意偷吃会跟我们聊天没有？哇，是天降！好，带走。怎么开完台又开台？打有 V 十啊，主要刚刚。这边走六步要捡 CD 哦，那主要是定春开了要小心木二消，应该就可以过了。暗跟木，我这边刚好。嗯，很快啊。嗯。王冠来搞这一队的，没有没有，刚刚王一的话那个没关系，只要进入到王二就没事了，只要进入到王的最第二阶段就没事了，是严格说不算搞。红哥傲娇表面说傲冠来，其实舍不得我们草地精，草地精，什么叫草地精啊？什么鬼？好，这边尽量都走六步以上，这样就可以捡 CD。三康这样了，面好硬。这里有庞贝的既视感，庞贝，为什么你？我其实不太懂，为什么你们很爱跟这队用什么跟什么对比？我感觉这队就是这队啊，因为这队的特性其实之前没什么出现过、啊，说真的。是不是没有消息啊？哦，有消息。我感觉这边最难了，后面都还好。哦，追打很多的意思，那也是得要开技能才有追打。庞贝那不一样，那庞贝那是每一个回合都追打，所以严格说不太像吧。这边要把水珠尽量滤掉，然后滤其他四属的强化珠出来，然后反面好了，看这个，母珠、光珠，光珠不要被用掉，然后木珠也不能被用掉，那就只能点，我想一下。好像有点尴尬，点同一栏，然后 OK， 水火木不能被烧掉哈，啊，水火木不能被手烧，这玛雅 2.0 吗？也不像啊，玛雅吃天降，这队不吃天降啊，这队技能开开伤害也很高啊。 LV9 恐怖分子，难上一堆奇怪盾牌。
这个水珠是在 Hello， 我想一想，看这个。让我思考一下。啊，多走一步。这样看看玩起来，这队感觉有料。对啊，这队比较吃剧本。Oh my god！ 没关系，这边起劲了。记得烧一组水珠就好了，还有减伤。我在想我要早安还是晚安？早安，我看一下，只要烧六步以上就行了。水珠太多了，所以这其实洗剑也蛮好洗的。好，有了。所以这边就洗到过而已，哎呀，还好。要三点了，我们赶在三点前看可不可以毕业哦。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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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咚。拜拜。哎，其实这边看西猫就解决了。哎，对，比较麻烦就是如果速刷的话，那个追打是超浪费时间。洗一下技能，洗一回合就好了。现在就打他，这什么？这什么更新？2:57，差一点，4:12，可以耶，排个猪就好了，好，同样的排一起，1234，对不对？接下来我要做的工作就是把这些全部都变成黑白的就好了，这样就好了。对吗？我会死吗？好像不会吧。有减伤 ，OK。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是哦。哇！等一下，我发现一个重点。我开错了，完了。啊，这个可以。1234，这不用转，刚好是哎。这么做什么？刚好下班。舒服速刷剧本有没有？算速刷吧，照这个剧本打好像还蛮可以的哦。整个打起来，我觉得最难的应该会是5:2跟第四关的七 combo 手消盾吧，其他都还好，其他技能开一开就完事了，太舒服了，各位。